他别把我拍进去啊！大哥，能不能给我谈恋爱？不行，这个不行。那这个，谈什么恋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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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还有一会儿呢，人家还没好着呢，就再稍微待一会儿。为什么要找加拿大的？不是我找，好累。你就跟他在一块儿。 不是我啊，是我朋友。赶紧分！我这一千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sorry，I didn't freeze。就我这笔，哎，这位，哎，太帅了！Oh my god！昨天手机刚砸了，新买的，特地买个大的，让你来签名。零食，你一会儿可以。我不吃。完了，回去我妈看到要疯了。不吃。第二天，M O，sorry。 还有你给我们站长签一个呗，你签到那个，看着签了吧？你先签，好，这个，谢谢你。你先给站长，太感动了，因为他在美国治疗。你应该给你们发个红包，真的吗？我给你发红包，还被别人抢走了。而且你不是说你大年三十晚上要发那个 rap 的完整版？长江的江，那个歌做的太好，不能随便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什么？就是骗我们江桃。 长江的江，你先给他写一个那个早日分手也行。哦，怎么劝和不劝分呀？不要紧，他一直闪瞎我的眼。吐什么？Y Y E N T L。You can't speak English。啊？Y E N T L。最后一个。You can't speak English. Talk to me。就是什么呀？你哈哈，真的假的？你听得懂吗？ Really？多少？六，就会两句。这个，越南很棒啊！你四月份还要去菲律宾的，更可怕。他去越南，你就。Sorry。为什么你先给外国友人签？我罢工。你给我再签一个。外国友人。他。他不让我签，我就签谁？回不去了。那一周年快乐，一起加油！就签一个名就好，你的名字。你怎么样都好看。现在5:57了。不着急，我衣服呢？这个忘了，这个这么好看，我忘了。你把它给拆开，我还没拆了，我买完了。你帮我签一个。 这不有价吗？挺便宜的吧？10000一才，70块钱，你能拿到钱？一个70块钱。